冯玉祥的冯，那大家呢可以叫我冯导，也可以呢叫我小冯。在今天明天，那是整个集美最有名的一所大专院校，最有名的一所大专院校。在1970年的时候呢，这个为了纪念它呢，就称为进贤堂集美小学，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学。它呢是整个集美学村的特色，叫做穿西装戴斗笠的方格建筑，底下呢是西洋式的建筑，顶上是我们的一样，底下呢穿个中山装、洋装，顶上呢就跟我们戴的礼帽一样，很土的帽子，所以呢就把它称为呢穿西装戴斗笠于它原来的居住的地方。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栋新的罗马式建筑哈，是后来修的，是后面修的哈。如果不让进的话呢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下班，不让进呢我们就只有封好的。它有一个特性，这是性别的特性，就是那正前方有看到一个集美熔岩，找到这一点都不用担心。那就是说呢，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。那我们在今天晚上行程上有的白鹿洲夜景，当时会获得第一名，可是呢海上大桥修好以后他就退居二线了，就是海上大桥都获得了第一名，而这就是海上大桥。当我多少就要出来打的，跟第一次说去白鹿洲，比如要打的保龄球啊什么，他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。晚上很多朋友都想出来玩。那这个酒店还好，它没有什么像自己消费的。我们去参观南普罗的时候会经过的，像达利布。现在呢，大家左边看到最高的那栋，上面呢有几个红灯。下段是前方所走的这条道路呢，就是我们的环道路。
哎，好凉啊！来一点，来一点。十八。